手机里面的。曹老师，话筒打开了吗？打开了吗？听见了吗？听见了。今天我们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就是我们讲一下这个美图秀秀编辑视频怎么样添加这个片头和片尾。我们讲一下这个，这个比较简单。如果你会添加视频，片头和片尾就更好说了。再一个呢，我们再有时间的话，要练习一下屏幕共享。屏幕共享，我们就是有机会就练习，有机会就练习。这个展示一下自己的作品，比方你的图片呀，你的视频呐，音乐相册呀，你用共享屏幕的方式展示一下。我们力求参加我们这个讲座的大部分朋友都能学会这个共享屏幕。这是这个两项内容，这一个小时，两项内容也很紧张。接下来我们就说怎么样给这个视频美图秀秀编辑视频的时候加这个片头片尾。首先打开美图秀秀，然后你看见没有？这个红色箭头指的这个视频剪辑，你用手指头点它，用手指头点它，点它以后，它就自动把你的相册打开了。打开你的相册以后，你的相册里头有照片、图片，有视频。那你就说，你要是你的这个片头准备好的是在照片、图片里面，那你就在图片里面找。如果你这个片头是一个很短的一个小视频，那就在视频里面找。按这顺序，把片头正片儿，就是正片儿和片尾，按这个顺序把它分别添加。添加以后就是这种情况，就这种情况，看见了吧？就这种情况，分别添加，按顺序啊。第一个是片头，第二个是正片儿，第三个是片尾，这些都选择好了以后，点这个下边这个粗箭头指的就开始编辑，就点这个。这个如果你看着小的话，我把它放大一点。看吧，加了三个，第一个是片头，中间这个是正片儿，最后这个是片尾谢谢欣赏，这个片尾。按这个顺序把它选择加上，加上以后点这个点这个是就是开始编辑，点那个开始编辑，点开始编辑。点了开始编辑以后呢，它就加到你的美图秀秀这个软件里面来了，你看，也是按你刚才的顺序，片头、正片儿，和这个片尾，我这个片头，是自己制作的一个片头，片尾也是自己制作的一个片尾，这事先都做好的。放到相册里头去了。这个正片呢，就是还是蒋大为唱的那个《桃花盛开的地方》。我只是上次咱们讲的时候讲这个视频的剪裁，把他原有的那个片头那部分给他剪掉了，光是他唱歌的这一部分。这个片头和片尾呢，分别加上我自己制作的。
把它导入到你的美图秀秀这个软件里头以后，你看这个红箭头指的这个三角，这是个播放按钮啊，这是个播放按钮，点一下这个播放按钮就播放啊，试试听听看看啊，合不合自己的要求，如果合乎自己的要求，那就点右上角的保存啊，我这没显示出来啊，上次咱们讲那个视频时候讲过，右上角有一个保存，点保存，点了保存以后，就把你制作的这个完整的这个视频就保存在你的相册里面了，啊，就保存你相册里头了，啊，保存在相册以后，在相册里头你就可以找见，找见以后就可以打开它，啊，就可以打开，哎，就是这样子。这个步骤很简单，就是按顺序把片头、正片和片尾按照顺序把它选择了，然后点开始编辑，开始填编辑，编辑以后你试看，试看如果合适，哎，你就把它保存，保存到相册里面就可以了。你在相册里头能找到它，找到它你就可以进行播放，或者是进行上传呢，这些处理这些，你看最后他这个片儿作品就是这样子。片尾就是这样啊，谢谢欣赏，晃动的啊。这个片头片尾就是这样，这个片头片尾也可以自己制作，也可以呢，在网上找一些合适的也行，啊，最好是自己制作，制作，挺有意思，至于那个字儿怎么加？你做片头片尾的时候，你选一个照片，啊，选一个照片，你加到这美图秀秀里面以后，你点文字，它就出来，好多内容，什么花字儿、各种字体呀等等，你就可以往里头加字儿。加完字儿以后，你再点那个有个动画，啊，有个动画按钮，点了那动画按钮，它就会给你出来好多那个动画的特效，比方说字儿一个一个跳出来，或者是字体由小逐渐变大等等各种那个效果，就可以选择。像刚才
我选择的那个片头，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那字儿是一个一个，哎，一个个跳出来，顺序跳出来，是吧？我是选择的那个，片尾呢，我选择的是谢谢欣赏啊、它是一跳一跳的，选择的那个，啊，在那个动画里头，啊，这个下去我们自己去摸索摸索，摸索摸索，如果不清楚的话，咱们下次再说一说。啊，这个自己先摸索一下，就是自己制作片头，啊，制作片头。我看今天呢，讲的内容就是这样，啊，视频，啊，美图秀秀制作视频，怎么样加片头加片尾？那接下来咱们剩下大部分时间，还是让大家能这个用共享屏幕的方法展示一下自己的作品，啊，就你的制作的图片呐、啊，视频呐、啊，音乐相册呀、啊，等等，哪怕你写的文章也可以展示一下，你写的诗歌也可以展示一下。这个我们力求参加我们讲座的大部分朋友啊，都要把它学会，好吧？这魏军，你看，好的，我看现在已经有三个人举手了。第一个是 iPad Go Down， 我把你的话筒打开，也把你的手放下了，你可以提问题。好的，好的。Okay， 第二个做准备的是岳林梅，岳林梅你。等他讲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做准备了啊。好， okay。 我想问一下曹老师，上回我看见曹老师在他的手机 iPad 的手机里面有好多音乐储存在那，好听的音乐，这个是什么弄的？我想问一下，曹老师能告诉我一下吗？曹老师，你的声音要打开啊。我没打开，我好多音乐都是从视频里头提取的音乐，也都是，他们有的那个广场舞什么的，光想要音乐不要那视频，从那个视频里头提取的音乐，提取音乐它就保存到手机里面了，如果有的音乐你保存不到手机里面，你先微信收藏以后，在你的那个手机的文件管理那里面你找一找，应该是有啊。你看咱们要做视频的时候添加自己的音乐，对呀、啊、就这个最好、添加自己音乐，不是打开要导入音乐吗？把原声关闭了、导入音乐，导入本地音乐，在本地音乐里面你就找有好多，就是你那个手机里面存的音乐。那本地音乐，对啊，在手机里面存的，如果说我在收藏里面我能找，我藏在收藏里面，那我就导入本地音乐的话也会出现这个我收藏里面的音乐的。哦，应该是吧，完了试一试看看。曹老师，那你收藏在什么地方？你能展示给大家看一下吗？对呀、对，有些朋友也想问这个问题，就是你收藏在手机什么地方？你能给大家看一下吗？好吧。对呀、这样就是大家在制作视频的时候，在配音乐的时候就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音乐了。我打开我的手机啊。对，你给我们看一下你保存在什么地方啊。如果我 YouTube 里面查到的那些音乐我也能保存在这里面吗？我把它
下载一个链接。有的可能不行，它可能有个版权限制，有的可以。哦，我有的是，我有一次是把所有的就我自己喜欢的一些这个太极拳的音乐，我全部保存到我手机里了。但是打开的时候，他要我什么用另外的一个文件打开，我实际上就打不开了。你看，看见我的手机了吧？对，看到了，你是放在什么地方了？我的手机。你的音乐。我的手机右上角有一个文件管理，那个每个手机都有文件管理的。对呀、啊。哦，你在这里就打开了。打开我这个文件管理，打开我文件管理，你看它就有好多这个什么文档啊、视频呐、啊、图片呐、啊，等等，是吧？那你就找这个音乐。啊，找音乐，你看滑动它，找音乐，你看我这、啊、找这个音乐里面好多，《爱的奉献》微微唱的，啊，昨天我给那个做的那视频，就是用的《爱的奉献》嘛，就是用的这个音乐嘛。嗯哦，好，文档管理啊就文件管理，好多文件管理对啊，文件管理，我试试看、嗯、啊。好多啊、那这些音乐都是试试看找找这些音乐啊，他们新疆在卡歌里面的都是这些、哦、嗯，在文件管理里面，嗯，好的啊，在文件管理里面、嗯、好吧，嗯，好的好的，一定找见你的文件管理。好，下面是月灵梅，我把你的话筒打开开了，你可以点一下。我把你手放下。谢谢这位老师。那个曹老师，我问你，刚才他问的那个也代表我一部分。我就想问你，我在做那个画中画或者做美图秀秀的时候，我在手机里边，比如说不管什么里头 ，YouTube， 不管是还有百度，不管什么要找件视频，怎么能下载到我的图库？嗯，用小程序里面的视频，它现在没有下载功能。如果你保到你的图库里面，唯一的办法就采取录屏的办法。录屏？啊，录屏。怎么录？我们过去也讲过，每一个手机都有录屏的软件、嗯、就是那个语音录，那个像那个闪电似的那个。都有一个录屏的软件了。那个像那个，比如说那个刚才蒋大为那个吧，就特别好听。你用上那个，他出来那个不要他的音乐，我来唱。那么我唱的那个歌曲上去以后，就是一个我自己录的一个框框，怎么能叫我一个人在上面，不要要其他我自己录的那个框？你的意思是需要抠图是吧？哦，你是录像啊，还 是录像？录像。哦，录像。不要那个框，那个框可以剪裁一下吧？哦，可以剪裁。啊、哦，可以剪裁。啊，把那个框啊，就到时候咱们这以后咱们讲这个美图秀秀怎么样剪裁，好吧？这一点点来，一次不能讲多了，讲多了吧？讲多我就耐心的听着，因为现在我说。我怎么有个框框在里头，人家的景色那么好，我现在录不下这个视频了，我就是用很多的图片连接到一块儿。嗯，是。谢谢，那我就耐心的往下接着听。啊、嗯，以后我们慢慢再讲吧、哎，讲怎么样对这个视频进行剪裁，是吧？哦、怎么样把这个把这个那个。你这个横着拍的这个手机横着拍的这个变成竖着拍的怎么样对着画面进行裁剪，就是从这个画面的大小上进行裁剪。我们前几天和讲的那个裁剪是讲从长度的那个
方面进行裁剪。我们再讲讲怎么样把这画面从大小的方面，图幅的大小方面进行裁剪，我们再讲讲那个。如果有兴趣的话，你自己看一看，试一试也行。哎呀，哪有您的脑筋啊，我们都是文盲。关键你就是要大胆的试，这个没关系的，大胆的试。他你导入你一个视频，你大胆的试，不管你怎么操作，都不会影响你原来的，都不会影响原来的。对，就是咱们没有啊，你对他那个每个按钮你都试一试。对他出现的每个人就是都试一下。哎，曹老师，刚才没开始以前不是唱一个歌挺好听的，那个男生唱的，我就需要那样的效果啊，就是一个人站在那唱，后边有背景，不需要把我、哦、那个叫抠像换背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下载一个剪映那个软件，有的朋友可能下载了，你下载的剪就是剪刀的剪，剪刀的剪。映就是那个放映，放映电影，放映一个日字一个中央的央。对对对，剪映。剪映。哎，把这个软件你搁在手机上，它的功能就非常全了，比这个美图秀秀要全得多，是吧？以后咱们再讲，因为这咱一步一步来。这个剪映它能抠像，就是把你这人他在家里头唱歌，不是那个。后边都是他的家里的家具啊，墙壁啊。对呀，说的这。你把光把他这人抠出来，光把这人抠出来，你换上你那个歌曲的那背景。就刚才我们那个老刘春石唱那个《月满西楼》，哎呦，他在家那个，你抠像换背景那叫，美图秀秀没那个功能。另外那个剪映，它有自动加歌词的功能。不用你一个字一个字往里输，它自动就形成歌词了，而且和你唱的是同步的。你看没？刚才刘成石唱那个《月满西楼》，他那个歌词是和他同步的，那不是我加的，那都自动添加的。好，曹老师，下一次慢慢的等着吧。还是要慢慢的把美图讲完了以后，我们再讲，再讲。咱们把美图讲完了吧。就有了基础了，再理解那个剪映啊，你就好理解了。好的，下面呢是有一个这个叶舟他说的，请老师把制片名、片头和片尾再归纳几句，可以吗？归纳几句，谢谢。再归纳几句，你曹老师，你再说一下，然后下面。对对对，下面吕文英准备。咱们再归纳几句，归纳几句还是返回来说这个步骤吧，就这个步骤，咱说的慢点。第一步，打开美图秀秀。打开美图秀秀以后，它会出来这么一个界面，你点这个视频剪辑，点它，点了它以后，你的相册就自动打开了，就自动打开了。你的相册里头大致就是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照片和图片，一部分是视频。如果你这个片头是用一个照片或用一个图片做片头的话，你就在照片图片里面选。如果你的片头是一个短的几秒钟的小视频，那就在视频里面选。你像我吧，我制作的这两个片头都是小视频，都是九秒八九秒的小视频，就在视频里头选。选的时候按这个次序，第一个先选片头，第二加入正片，第三选片尾，把这些都选好以后，然后你再点击开始编辑。这个片头片尾的制作，你也可以在网上找一些现成的，
但是往往有些相声的不符合我们自己的要求，那我们就自己来做。比方说在桃花盛开的地方，我找一个桃花盛开的一个图片，找一个图片，我呢给它加上字儿，啊，这个字儿呢再加一些特殊的动画，你让这个字儿一个一个跳出来，啊，一个一个让它跳出来，啊，或者这个字儿由小慢慢的变大，这个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字儿呢？就由动画那个效果来处理这个字儿。下去你看看，有个动画按钮，用动画来处理。啊，这是怎么样自己制作这个片头。这些都完了以后，你就可以播放一下。你看，选择片头、正片、片尾，这都顺序选择好了，然后你开始编辑，开始编辑，开始编辑，然后它就自动加到你的美图秀秀里面了。加到里头了，也是按这个顺序加进来的，加进来的你就试播放啊，播放听看看，听一听，如果合适的话你就把它保存啊。我这儿因为这个截图截的短，那个在右上角有个保存，就点了保存，它就保存到你的相册或者叫图册里面，图库里面了，打开你的图库就能找见它，你就可以播放，就是这样。好，曹老师，他这个美图秀秀里面没有一个白片，就是让你写一个字在上面做片头的，这个美图秀秀没有是吧？哦，是没有，没有，你可以找一个空白的图片，那空白的图片多了，带花边的，或者纯颜色的，都行，啊，最好找一个能带花边的、带图案的，你像刚才那个，桃花盛开的地方，找一个那样的图片，然后那个效果比较好。当然，你加一个纯色的版也行，那你就在图片里头，找上一个那样的版，这样的版挺多，在百度里面找绿色的、白色的、天蓝色的，都行。哦，谢谢。嗯，李文英，我给你的话筒打开了。听到了。曹老师，我想问你啥呀？就问你那个我的相片，我的相片想多搁几个，但是是不是在那个画中画的里头高不上啊？你事先得先排上，完事得往画中画里上啊。多搁几个，画中画多操作几层嘛。不是，就这一个吧，我就这一个歌曲，我要多搁几个我的相片，哦，我想我搁一回他老是都在前边，他不是往后排，而是都堆在一起啊。你用手把它拉过来，那个用手啊，用手指头把它点亮后拉过来，可以变更它的顺序吗？变更它的顺序啊你比方说你输入了三个，你想把后面这个拉到前头来，你把它点亮，然后按住它，一直往前边拉。知道了，知道了。我还有一个，就像你刚才唱的那个哈，我原来要是录吧，我必须得不两个视频，它两个都有声音。我想去掉一个，我是那么样去的，我去的很笨，我要把它那个事先我得把它。先把声音关了，完事才能上画中画里呢。我就想你那个是怎么进去的？咱们说过，在你那个，你比方说我桃花盛开的地方，我想用不用姜大伟唱的这个，对，我光用他这个画面，我觉得那画面挺好，都是桃花盛开什么，挺美的。我想搞一个我自己家乡的歌曲，哎，这个。那你就在这个画面这个左面有个小喇叭，
我上次说过，他平时是显示的原声，然后点他一下，有个叉子，他就关闭原声，就把关闭原声，他两个都不唱了。啊，关闭了原声，那就光用你的那个声音吗？用我那个，他也不唱，也不说话了。你那个不说话了。你有个音量按钮，你打开音量按钮，把那个音量调一调。音量啊，我说，大家对那个按钮啊，你一个一个点开试试，看它都是干什么用的。那不会有事儿，也损坏不了你什么东西。你一个个打开看一看，你那个音量按钮就调整音量的。调整音量的就是我要是。我原来吧，就是得把假设蒋大为吧，我得把蒋大为那个声音事先得把它闭了，录的时候完事才能啥。我想呢，就是画中画里头就直接把它去掉，我的用一个声音，我就不会这个。假设我有一个声音，我这个视频上有一个声音，蒋大为上有个声音。我给蒋大为那个，我要是录呢，录屏呢，我就把他那个就不要他声音了，那可以。但是呢，我就说是，我也录的时候也有他的声音，完事还有我的声音，同时进了画中画，到画中画里头，我要开一个声音，我开了以后，我这按那个小喇叭那个叉，他结果俩都不说话，我要是打开，他两个都唱。这都唱没关系，你把你那个声音音量调大就行了嘛。你要操作呢，你得先把那个点亮啊。你不点亮，他不知道你要操作谁。你要调个操作哪个，你把哪个要点亮。啊、对上次说过，你要操作哪个，要把哪个要点亮，用手指头点亮它，然后你调音量，音量往大的调。啊，知道了，知道了。你要点亮，你要操作哪个点亮？你不点亮，他不知道你要操作。是啊，所以两个全都不说话，啊、要不两个一起唱。你那个点亮，我没办法了，我就事先我先把它闭了，完事我再进在我这里头，很笨。我说这样很笨。没关系，你慢慢摸索摸索，这都是积累经验。好了，谢谢你，曹老师。我也是积累。啊，王。我把你的话筒打开了，把你的手放下，你可以问话。是我吗？对的。啊，那个曹老师，我想问，就是刚才您讲的那个音乐加音乐那个，我还没有明白，就是怎么把自己喜欢的音乐，一个呢是我保存起来。完了以后呢，用的时候，我刚才您讲是从那个手机里边的文件管理里边来找，但是就是说你喜欢的音乐怎么跑到那个，怎么去到那个文件管理去？完了我用的时候，我怎么从文件管理里边拿出来？怎么到那个文件管理里面？对啊，就是当本地音乐，你试一试在微信收藏，先收藏了。看看能行不能行，就是收藏了以后就是直接到这个文件管理的音乐里了，是吗？啊，你看看会不会到那里面去。不，我有时候呢他就是比如微信过来的有些音乐哈，他自动就到那个我的音乐里边，有时候我一用的时候不知道他自己就蹦出来了，但是不是我自己人为的，比如说我想要我自己的这个想要的这个音乐，我就是先要到，就是先要弄到这个微信收藏里边，是吗？啊，是这意思啊？你试一试。我这个问题我有时候也解答不太清楚。反正我那个音乐都是从那个都他们广场舞多，让广场舞给他们把音乐提取出来，不要视频。那怎么提取出来啊？哎呀，这说来话长了。啊，那是另外一个课题了。那不问这个，那就是说，我现在我刚才看的那文件管理里边的音乐，我那里边什么都没有。哦，
那你里头没有。我现在说不来。您是您原来就存进去的吗？哦，我就是。曹老师是把音乐放到他的文件管理的这个里面。音乐里。哎，文件管理。那您怎么放进去的？把这音乐怎么放进去？文件管理还是怎么搞的？这个 iPad 的那个，我看他问你那个 i 这个苹果只有文件，没有文件管理。那我估计可能不是那个文件里面应该能够下载的，因为我看了，我刚才翻了一下，那个文件里面根本就没有音乐这个目录啊。哦，对啊，是不是文件管理是必须要下载啊？不怕讲就怕问，我是不怕讲就怕问。曹老师，我有时候一点儿也说不上来。曹老师，我问你，你那个文件管理是你自己下载的，还是文件？不是下载的，手机本身就有的。手机自带的。那是手机里就有的。我这是华为手机，小米手机，都有这个文件管理，他自己就带着这个。我们苹果的没有这个。曹老师，我这个有。我视频也有，图片也有，就是音乐没东西。怎么是放进去的？现在一下我也脑袋大了，说不清楚了。就是我自己，您自己放过吗？我刚才我展示的那么多都是他放进去的。那您怎么放的呀？他就通过本地音乐就放进去了呀。但是如果你没有本地音乐的。这个音乐的菜单你就没办法放。我有本地音乐。我只是你试一试啊，不一定准确。那个你把这个音乐啊，先收藏到微信收藏里面。到微信收藏啊。收藏到微信收藏里面，然后你再看看你的那个文件管理里头有没有。哎，好嘞。我不怕讲就怕问。下面是琴。我不怕讲就怕问。这一下反应不过来。琴，我把你的这个手放下来了，你可以问了。好，琴姬。琴姬，曹老师啊。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你我也没听清，就是那个视频的那个从。别的地方，你看，比如说那个微信里面嘛，微信里面那个视频的那个怎么转到我的相册里边、图库里边？你刚才我也没听清。我跟你说说啊。啊。你的微信里面的视频啊，如果是那种小视频，不是小程序，不是其他那个网站的视频，啊、就直接发过来的那个小视频。你可以先打开播放它，播放的时候在左下角有几个点儿，你点那几个点儿，点那几个点儿呢，它就出来个保存到相册，哎，但是它不会马上保存的，它会转，它要缓存，出来一个圆的圆圈，那个圆圈，它会有个扇面在不断的扩大。等那个上面整个把这个圆圈满了，就保存到你的图库相册里了。如果是小程序的视频，那个不能保存，只能用录屏的办法，屏幕录制的办法把它录制下来。我也是这么干的，现在它没有下载功能。哎，听说你以前讲过这个录屏这个讲座。你能发过来吗？我看一看。我这就录屏的，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小程序的那个视频。他没个你那是什么设备？手机什么设备？华为。华为本身可能就带着这录屏软件呢。录屏软件。小米也带着的，华为好像也带着的。哦，那我找一找。找一找。好的。老师您讲的那个录屏哪个两个字？录屏
哪两个字？录音的录。录音机的录。啊。屏幕的屏。啊，这个就是录制视频的用的。啊，录制屏幕。哦，对，在什么时候用？我们刚才我没听明白。这个录制屏幕，用处挺大的。嗯，比如说现在，咱们现在这个讨论这些问题，这个画面，我就开着录屏软件呢。除了咱们刘光磊主席他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个云录制，我这儿呢也开着一个这个录屏的软件，一直在录。那个要下载一个软件是吧？对对。但是手机上有的他自己带着的，手机上反正小米和华为好像都有，我反正小米肯定有。我这个 vivo 的，它应该在哪里的，在哪能看到？我是 vivo， 也是安卓系统。在那个工具里面吧。工具里边啊，你看有个网，有个工具吧，有个什么？我的那个有的手机设备不同，它那个名称不一样。你看我这个小米是系统工具，什么移动系统？系统工具啊！啊，我这小米手机是在系统工具里面。哎，曹老师，你这个录屏这个事你不是讲过吗？你还有那个讲座的那个？有视频吗？啊，就是视频回放。啊，哎，或者你找不见那个系统工具的话，每个手机从上头往下拉啊，那个叫一个通知菜单，你在通知菜单里面，你看看有没有。您讲过以前是吧？哦，以前好像说过。哦，有一个屏幕录制是吗？哦，屏幕录制有的，有吗？哎，曹老师，我还想就是你找一找你那个原来那个讲座的那个软件，能不能发过来？哦，我找找。哎，好的，谢谢。行，我也有同样问题啊。好，嗯，谢谢您。好的。哎呀，我们苹果的就没有呀，你这个视频录制。视频录制有。你们有。曹老师。幸福的。曹老师。哎，你说。哎，还有一个刚才我那个就是那个美图秀秀那个剪辑啊，视频剪辑。哎，我那个剪辑的时候超过五分钟就不能够剪了吧，是吧？没有时间限制。哎，我录的那个录像大概是有20多分钟的一个录像，结果我到那里面剪了以后，最后他还是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后来用别的软件把那个视频剪辑了一下。咱们开始共享屏幕练习吧。好像Linda还有一个问题吗？我把你的话筒打开了，我把你的手也放下，你有问题可以问一下。Linda， 我把你的已经解除静音了，你可以。喂，老师。啊，你说。好的，我来晚了，有些东西搞不清，请你把视频录音的步骤再讲一遍，我把它记下来，好吧？对不起。他这个曹老师呢，他讲的就是讲，如果你要加这个片头片尾的话呢，你就把美图秀秀这个软件打开，然后你点一下视频剪辑，打开剪辑，点一下视频剪辑。好，完了以后呢，就进入了你的相片册了。
然后你呢，按照这个步骤，就是先点一下你准备把它放为片头的图片或者是视频，然后再加上你的最主要要突出的正片，然后再加上片尾，这就可以了。哦，这就编辑成功，然后点保存，这样呢，你就片头片尾都有了，然后还有你主要想表达的正片。那么正片片头片尾我要先在美图秀秀里面修好以存在里边了，对吧？对，你事先都要在你的图库里面都能够保存，就是你自己弄好以后你再能编辑啊。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你就没办法编辑了。对，编辑好之后就保存，对吧？对对对。好，下面有谁愿意把那个屏幕共享的示意给我，我让你这个给大家展示一下。哎，这更好。我们有没有叫老师放一个也可以啊，叫老师放，就他的意思想让这些我们朋友们放，大家学了以后嘛，总归是要学以致用嘛。哎，我现在和家里人在说话，我把话筒关了。对，我刚才帮你解释了。好，有一个iPad。你在歌单，我把你的这个，那我试试，我把你的手也放下了，你可以共享屏幕了。好的，我试一下啊。嗯。它完了以后，彩虹可以做准备。你可以按一下 home 键，应该可以了啊！现在可以按一下 home 键了。对，好了，应该可以了。你再按一下 home 键。好了，我已经到我这了，已经到我这了。哎，对对对，到你的桌面了。哦，不对，我不想要这个啊，我不想要。我想要一个照片里面的，我想刚刚弄完了一个照片，我照片里面的。这个怎么会有这么多？我要把它删掉。OK， 这个、这个很漂亮。对，我找一个这个，我上回刚刚弄了一个，那这个照片漂亮吧？我自己弄上去的。哦，蛮好。这条是南京路，我把我的照片给弄上去了。好的，好。行了，我就可以。你这个还是步骤还是蛮清晰的，蛮好的。好，那我现在出去的话，怎么退出去？你从上面有一个红点吧，点一个红点大概。你是一直屏幕，你要一步步退出。停止共享，我就出来了。停止。啊，对。好的，下面是彩虹。我停止了，应该没有了，对吧？对。你看不到了，对吧？嗯，啊，看不到，那我就出来。好，你已经出来了。我出来了。彩虹，啊，彩虹，你可以展示了。我把你的手也放下了。啊 ，OK， 行了。哎，你好，你好，魏老师、曹老师，你们好。我按照魏老师刚才曹老师说的那个步骤，我操作了一遍。我选择了两张照片。一张也一个视频，选完了之后呢，它出现了点击这里可添加转场，这个转场是啥意思啊？它出现这样的字了。当我选完了之后，选完了两张照片，一张小视频。
好，曹老师，曹老师，曹老师又干嘛去了？曹老师可能现在有事儿了，这跟家里人说话呢，那等他一下吧。魏老师，魏老师，现在我现在因为对你那个转场，我也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我选择两张。你加了照片以后，又加了是视频呢，还是照片呢？是这样子，魏老师，我和你说一下我这个步骤哈。我首先打开了美图秀秀，然后呢，照片这个选择了美图秀秀，然后第二步骤就出现了视频剪辑，我就点击了视频剪辑，然后呢，相册就自动打开了，你就可以看到你所有的相册或者视频了。然后我就选择了两张照片，一个小视频，我就想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成功。选择完照片和视频之后，我就开始点击开始编辑。开始编辑完了之后呢，我就加字了吧，我就加字，也打那个文字，我打上几个字，打上几个字呢，我又打那个动画，因为刚才曹老师讲，当你这个要动画的时候，那字一个字一字的，很有艺术性的往出跳的时候，蛮好看的嘛哈。可是我这个就是没有成功，打完字以后，他那几个字就上去了，就是很死板板的就定在那儿了，他不是一个字一字的往上跳进去的。我那个动画也点击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哦，这个因为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他讲，我还没操作呢，对，我搞不清楚，啊，是不是他那个把字写上去了以后，是不是需要再点一下呢？因为他今天是这样讲的，是照片上你加上字，然后再选动画的效果。我是这样做的，但是呢，啊，我的步骤没有，我是按照他的步骤，我也记下来了，做了笔记，但我还没来得及操作呢。对，我就觉得他这个就是那个字，就是死板板的就写就这就上去了。然后它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跳出来的。刚才曹老师讲，那你动画里面你选没有选到这个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的呢？它是要选你的动画，你看很有意思啊，魏老师，你选到了没有呢？我刚才吧，在我手机上我看有动画的字样，就底下一小排，你就选择吧，左右拉来拉去的选择动画哈。可是我这次操作呢，动画那两个字还没有了。刚才有动画我点击了也没有成功。哦，那这样吧，等到下一次，曹老师现在在忙着呢，啊，等他忙完了以后吧。 好吧好的，没有问题。我现在说打疫苗的事，给我预约打疫苗的事，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所以不能给你们回答问题，让那个魏晶给你们先解答，或者徐小红先解答。你去忙吧，我现在说疫苗的事儿。你去忙吧。下面是岳灵梅。好，我把你的话筒打开了，然后我没有共享过，我想学一学。啊，你共享一下吧。哎，共享一下，先按开共享，完了按一个照片是吧？按屏幕，再开始，我想去相片里头去，找我那个录像，是打开。你现在还没到那一步呢，你用的是 iPad 还是电脑？啊，手机，苹果手机。你苹果手机开始直播呀？那我直播屏幕。我告诉你，你首先第一步怎么做？第一步是按共享，共享出来以后呢，出来一个菜单，然后呢，你再按这个屏幕。屏幕按开了也。
屏幕屏幕出来有个有一个直播屏幕，有一个啊，你开始直播，按一下开始直播，对，开始直播哦，完了以后，然后你我要按照片的 home 键，按一下旁边的 home 键。旁边的 home 键在哪呢？就是你最下最底下，你手平时按东西的那个，按翻页的那个原点。按一下 home 啊 home 键。哎，对，完了以后，对，再按一下，再按一下。再按一下 home 键就进入，再按一下 home 键就进入到，哦，对对，进入了，完了以后我打开照片，我怎么发送了，就，这样发送，你现在已经与我们共享了，哦，也已经共享了，那我就开始，我看看，它怎么不动呢？下一步，你下一步干什么呢？你没选定项目，我选，未选定项，我就是这个照片啊，选了，也选了一个视频，就开始。这个视频就是15秒。他信息、邮件、微信，我不知道往哪儿呢，应该是，我看，你这个都关掉吧。幻灯片。你只要选择一个视频就可以了吗？我已经选择了。选择它为什么不放出来呢？就是说呀，我选择了，它怎么不动呢？选择了上面你的三角，你平常怎么看你就怎么看，没有按呀。你平常怎么看？你上边那个三角播放按钮，你三角还没按呢，你他怎么？我爱我的祖国，一时也不能分割。我在这唱了，但是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战歌。就一点点，蛮好蛮好的，你这个不错，蛮好蛮好的。好，我们下面石树兰你就没办法讲了，因为已经到4:58了，不好意思了。我们这个下面有一个驾驶，汽车驾驶的活动马上要开始了。我们今天呢，这个学习手机电脑的这个活动啊，就到此结束。谢谢曹老师。谢谢大家的参与，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我们群里面，好，到群里面提问，好，再见。好的，谢谢魏老师，谢谢曹老师。好，再见再见再见，谢谢曹老师，再见，谢谢魏老师。下面是这个驾校徐老师已经上来了，徐老师已经到了，徐老师。下边是那个，是我们那个驾驶学习啊，还是由老赵驾校徐老师给大家，分享，一起学习。那个徐老师，你的麦打开，你那边你打开你的麦。我把那个，对，我把那个声音关一下吧。对，这个声音关着的。你把你麦打开，现在你的麦打开，徐老师。好了。声音开着，声音可以，声音现在可以。我
现在把屏幕共享一下。可以可以。好了，大家看到了屏幕了啊。今天咱们接着讲这个上一次内容，关于这个情。